段的是很竞争，然后要进到第五也是不简单，所以我在这个 top 四级呢，很荣幸可以 be part of it 啦，所以要很感谢公司给我这个机会啊，我会继续努力哦，再次更大的 top 四级呢 ，Thank you。多谢公司准备咗呢个咁靓嘅晚餐俾我哋啦，咁我都冇谂过我去攞第四嘅，我终于 feel 到 Matt 啲嘅感受啦。所以其实我冇谂到系攞到第三，我谂住攞第五嘅啫，其实。因为其实呢个好 surprise 啦，呢个月对我嚟讲其实好多 surprises， 尤其是喺意大利，然之后翻到嚟收到呢个消息，所以好开心啦，我多谢公司啦，然之后我多谢我嘅 team leader 同埋全部嘅人 ，thank you， 耶、yeah, ，希望下个月可以再食。咁我呢个每个月嘅 top sales 系每一个 sales。person 啊，即上 M 嘅嘢啦，咁今屆我就可以拎到第二名啦，亦都多謝公司安排到一個咁有 Halloween feel 嘅一個 top sale 點啦，真係多謝公司啦。So everything is all the best 啊，希望依家接落嚟嘅兩個月可以 hit 到更加好嘅 sales 啊，用自己嘅歌而實現。I'm back， 八個月啦，終於等到呢個獎八個月啦。多謝曬Affirm啦，今日可以俾到我哋一個咁好嘅店啦，同埋環境啦。多謝 Jackie 啦，多謝我個大佬啊 ，Brian Wong 啊，冇佢嘅支持就冇我今日啦。呢個唔好意思啊，呢個原來我都唔知道係咁樣無端端割到你嘅錢。OK， 咁希望你大嘢有大量。Okay?但是十二我都会给你仲有一次割车的机会的，咁样拭目以待。